初二学生小王按照百度的方法把恶魔召唤了出来。恶魔拿着镰刀出来的时候脸色很不好看，他这算出差还是跨国的？你召唤了我就该知道后果的。我知道我知道，我愿意把令棍献给你，让我可以成为黑暗中的王者，夜风中的敌印者，从鲜血中而生的亡灵之主。你多大脸了？条件是你定的吗？啊，难道不是吗？你听好了，我会赐予你力量，让你一统天下，让人间陷入黑暗，代价是你的灵魂。好好好，我听你的，你现在是我的主人了。嗯，那就开始一统天下的第一步，我的仆人，明天早上6:30起床读书吧。啊，为什么要读书？我的仆人为什么可以不读书？你要为了我一统天下，要一统天下就要做到一国的一把手，这就要你毕业于国内一流大学，并去国外顶尖大学交流。你从现在开始就要好好学习，争取当个三好学生，得到本地媒体报道，参加全国竞赛拿几十个奖杯，15岁以前搞个个人发明，作为学生代表参政议政，写学生论文，搞研究，搞课题，然后本科考进青沙雕北沙雕，研究生进入人沙雕读，期间获得推荐名额出国去沙雕桥学校交流，回来考上公务员，被选为沙雕大代表。所以要一统天下就要好好学习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总觉得哪里有问题，但又说不上来。对了，你不给我点啥特殊的能力吗？比如黑暗的力量。你不说我都忘了，是要给你暗黑的力量。说完，小王眼前一黑，只听到一个响指的声音，然后视野恢复了。已经给你黑暗的力量了。我有超能力了。嗯，现在你的双眼在黑暗中也可以继续读书，不会影响视力。今晚就开始背单词吧，人类的时间很宝贵的。